兄弟们，最终的最终剑就这样合成吗？一堆极限定，哎，摆在一起就可以合成出一把攻击力高达咻，超出我数学认知的攻击力的一把剑，而且外形非常帅气。我们现在虽然没有无尽剑，但这把剑长得跟无尽剑还是挺像的嘛，并且攻击力这么高，哎，就先凑着拿它代替一下子。这一波奥利给真是出了宝贝，出的挺多呀，还出了个小句子来。我再看看，哇塞，兄弟们，咱家熔炉可以换了。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比加速火把还要上头的熔炉吗？没错，咱们接下来要得到的这个熔炉就是比加不好意思，打了个嗝，不好意思。我们这熔炉燃烧速度是非常快的，我家里是没什么需要烧的，但凡有需要烧的，我都能让你们知道这东西有多猛。一二三四五，好嘞，摆上熔炉塞回去。有多余的煤吗？咱家应该有点煤块啊，这有煤块，塞进去。有能烧的东西不？我好想给大家证明一下，它真的很强。没错，就是这个了。看看这速度，比暗物质熔炉还要快，非常离谱。并且现在正好是奥利给，把你铁拿来，给我合成。哦，哦，这都是什么宝贝？没见过啊，都是破烂，没见过的那就是破烂喽。水天梯，我缺水吗？不缺呀。还有人跟我说啊，评论区里说啊，叶枫，你应该拿水去冲花海，方便。拜托，我这是随机合成生存，我哪来的水桶啊，老铁？无尽锭，这么好的材料都合成不出来宝贝，又来最终之剑。最终之剑咱们以后就不用考虑了，因为我们已经拿到了最高级的最终之剑。现在这些材料除了这个龙水晶好没试过，又是最终之剑。好家伙，最终之剑真的是泛滥了。来，把材料塞回去，不要忘了啊。这个箱子已经满了吗？满了咱放这上面。哦，这上面有一些咱们上一次拿回来的材料。我家里好像缺了一种特别好的材料，石头。不知道大家发现没发现，咱家原石跟石头都不多了。让我先挖点，拿这个吧，这个快，先搞点原石。完了，泰坦好像在我附近。天怎么在亮？没有权限。原石多少个了？30多个，够用了。再用这个，泰坦的任何工具和武器都可以获得石头。其实就是因为它有精准采集，所以破坏方块的话是直接获取。哎，这是绝对的大宝贝。裤子不要，咱们现在可以回去了。家里那么多花呢，对吧？外边哪个泰坦在造次啊？看一下我们的花，把花拿下来。我特别希望这花海能给我们出点宝贝，这样省着我们去找了。什么东西？什么天梯？西瓜好像也能合成，换几个天梯，不换多了啊。像这种资源就不用换多了，我就认为它不能变成好的东西，嘿嘿。中子地儿，这啥？小麦吗？小麦我可要啊！小麦，大量收小麦，11个，换11个，11个应该能出一组小麦吧？哦，来了！我还没看合成表就来了，赶紧合成！鸡眼剑，兄弟们，鸡眼剑哦！这把剑攻击力1亿，终于有一把正经的武器了。镰刀收回去，我都没看这边的合成表，你看。他这里合成表显示的也不是花，我证明了我不是在骗大家，对吧？我不是说非得想看合成表，我只是太懒得找的时候，或者是太难找，我会瞅一眼。但是你们也看见了，合成表严重不符，对吧？然后这个花才是一鸡眼剑。有人会说了，叶枫他是无序合成，对吧？但无序合成他就是无序合成，对吧？你们说的也有道理。这可能是啥呢？就是我智商不够了啊，这就不涉及不到我骗不骗大家说的对不对了，就单纯的叶枫比较傻。哦，这还有个无序合成啊，我怎么还忘了这一茬了呢？哎呦喂，我感觉我的智商受到了侮辱，而且是我自己侮辱我自己。兄弟们，啥也不说了，我忒傻呀，我感觉我自己是个傻狍子。把点材料塞回去。哎，不对，奥利给了是吧？哦，没有奥利给，塞回去，这些都塞回去。我们现在把TNT炸了去，我看看还有什么没拿。仙人掌，不管怎么说，鸡眼剑有了，我一会儿找那泰坦试呗试呗去，先炸俩这个。